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研究所的佩杰，目前职业是家教老师，声乐家教老师。我记得你上一次表演的是百老汇的一种歌舞表演嘛，那评审都很喜欢。那你今天是今天会不会有特别打扮一下，挑战性感魅力的感觉？真的很性感。你看我们五位评审老师，四位都打起精神来了。所以今天这一段应该很精彩，欢迎陈佩杰带来温岚的《热浪》。就跟着我一起跳动，让身体找点事做，别害羞，跟着你紧节奏，跟着我陈佩杰，你的性感是狂野的性感，但我觉得你这一次唱得很到位，你做的氛围也非常恰到好处，而且你一开始那个脚那个有练过，是谁教你的？我练得好辛苦，整个后面都淤青。真的哦，真的，所以我们在想说，你淤青是不是家暴？不是，没有。老师，你看得很清楚哎，没有，是他跟我讲啊，他跟我讲的，我都不知道后面有淤青哎。王志平老师跟我讲，不然我完全没有看到哎。哦，真的？对。那瞎子啊，你没看到这么大的伤口在那里？所以我们有一点 concern 说，你的背伤怎么？原来是练舞的关系。对啊，因为拱着会。我觉得这的确，要有魅力是要付出代价的。OK， 真的，恭喜你做的还不错。谢谢。请投票。进入我们的过关区，谢谢。